你的钱都拍进来了吧？那咱们今天走。陈老师呢，他是河南温县陈家沟人，是陈氏十九世。太极拳学生和师资力量，为河南省及全国的传统武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陈正雷老师多次应邀到国外进行讲学，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。近些年来，他出版了《陈氏太极拳会宗》等多部著作。陈正雷老师曾经获得了十大武术名家的称号，他现在演练的是传统陈氏太极拳。